言承旭，完全零死角，状态也太好了吧，难怪网友都直呼他拥有传奇不老颜值。镜头下皮肤依旧紧致，下颚线线条清晰，身材看得出仍有锻炼，相当精壮，而且贵公子气质满分，根本是行走的总裁纹。47岁长这样，请问有什么逆龄秘诀啊？